铁斧已经饥渴难耐。好，行，谁敢一战？如我所愿。巨野兽，健步如飞。一次爱我，以脚石之名。我有了更强的力量。死亡之行，我无惧野兽。是，鲜血遍洒大地。成，行。借刚力之能，谁杀出两条血路？这就走，伤筋断。啊，这管这么长，动作太慢了。如我所愿。我的战斧更加光亮，以脚皮之名。铁斧已经饥渴难耐，杀人之行，健步如飞。好，践踏血路。慢，粉碎敌骨，死亡之行。好。健步如飞，死亡之行，粉碎敌骨，铁斧已经饥渴难耐。下来去吃下符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去干一波。暂时没看到他，暂时没看到他。还在下。谁敢一战？哎呦，丢失我操自己，报警了。一脚皮子，就撇运瓶子了。如我所愿，我无惧野兽。我回家了。杀人之行，你们都该四散奔逃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鲜血遍洒大地。行，
天气预报里看到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贴挡你去了，紫钢冒着，贴找你了，双倍双倍爆杀，暴击，刀刀脸，我啊，大哥你不来救一下？交通单车大哥，啊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先跑了，啊，你治疗了。妈的，一换一了。王军归我了。啊！我无惧野兽。我的战斧在呼号。哎呦，被打回家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萨尔踢上去了。在这。谁敢一战？哦，剑神生气了，他溜了。大尔可能在上啊，在中。别不见了。伤筋断骨。谁的斧啊？能杀吗，兄弟啊？反补成功，杀来了。嗯。行。攻击。急速。哎呦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我加速了。有眼吗？他妈这熊妹是在蹲塔，你信？我难耐。箭步如飞。在我面前站起来，箭塔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妈的！我无惧野兽，血魔在上，血魔在上，我有 TP 的，随时可以支援。哎，咋偏个大？如我所愿，剑踏血路，那走吧，弟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攻击！我砍！不给你，这就走。谁敢一战？贴空上斧去了，粉碎敌骨，贴空了上斧，不见了，还没回来。斩骨成功，杀人之情，隐身斧，我为你而来，我的尾巴在清扫。斧王在下，三个下。死亡
亡之刑。铁斧已经饥渴了，这你妈的也是来找我了，真是。鲜血便洒大地，这偏是那个骨灰啊！哎呀，我们现场好难杀人啊，感觉。以脚皮之名，等皮神的跳，有暂时有点难，现在不敢打前三二九六的。他们斧王一直被我拖着，斧王也不打钱，一直在这看着，我装没眼。好，我他们在干嘛？哎，我踢了。哎，中路中路，我踢了我踢了。我踢了我踢了。哎，我们来踢了。斧王跳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被萨拉递回去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天好像快上斧了。是的，我的大斧战歌更响。都不好杀了。战斧虽钝，重量犹存。哎，我斧王来了，操！下头有没有救的？有没有兄弟救一手？我在赶，我在赶，我在赶，我在赶。开过外，我也去赶了。我追吧。四秒，把这斧王。nice。 哎，小心小心 PA 来了，怎么冲太里面了，救不了了感觉。哎，漂亮，等我等一下吧。一换一换一啊，好像啊，好像伤筋断骨，这就走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，夜眼陷阱全面加速。杀人之刑，我在地中塔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好，上路我可以过来，我吃个符就过来。需要我放大的时候说一声，有大的。我来了，我直接吹风雷暴塔。我的尾巴在清扫。他没蓝了，他没蓝了。啊！哎，血魔被我打断了，我也没办法，黑不死了。这你们电不上啊！哎，血伤力之能，战力虚钝，重量犹存。这要出团战，战力在苏跑。小黄金是我，我无惧野兽。一次爱抚，如我所愿。谁敢一战？借刚力之能。箭不如飞，劈成两半。中路有睁眼。鲜血遍洒大地。
咋下去了？全在下，全在下。打烂你！对，恐惧我的牺牲。天空仓库了，我去吃了。能过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有道，我有道。哎，这里吗？不行了。有道，有道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你们踢了两个，他们都在三个，踢了三个，哎、两，这里吗？哎呦，这一拳这你们爆，哎，还好死了。把他杀了不亏啊。如我所愿。这你们吓尿了，这。我们现在不好杀人，没爆发，杀不了。全面加固。这斧王好像挺强的。需要支援。我的妈也快跳了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好。伤筋断骨。可能会下去啊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将跳向杀戮之道。斧王跳了。有人没？有人没？来个可干！我走下去。我没大，我们不去了。杀人之刑！有眼吧？回中补吧，你别去了，你别去了，卡尔，你回去补吧。我有公路，我有公路。他们上路小心斧王，斧王可能要带波节奏。怎么没一个人啊？我去呀！好吓人啊！变身在上。就走，好，我砍，铁斧已经饥渴难耐。来来来，应该死了，应该死了，应该死了。应该死了吧，我一弹打的。我无惧也，啊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啊兄弟啊，高明啊。操你大爷。需要支援。哎，跟他拼了吧。哇！哎呦，发起吧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哎，那死不掉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！这大根呢，兄弟，厉害啊！小鱼，那别没必要追了，我他妈一张大肯定死了，兄弟啊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这就走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请放入我的钱，我的马蹄兴奋的抽搐。健步如飞。我无惧野兽。攻击。我也打，我也打了。收复国防。攻击。谁敢一战？这建设后面肯定有人的，他们人多的。
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啊、我他妈塔都不敢逼。那、啊、后面肯定有人进城。都在。我逼下中塔。好的。双总别打起来吧，双总。啊？这个大干嘛？我看他被干了。上路我们都走了，小心血魔大走吧，得走吧，我们推中啊，可以靠过来跟我。哎，我再干。哎，他下来就干他。上面，先走，我们找机会逼下塔吧。上路还有两个，上路还有两个，还有三个。C 也在的，中路就他一个。我技能在 CD。需要支援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好。剑圣暂时没有 TP。我方上。他马上要去买的。支援。剑圣要去买 TP 了。上塔。你们要退的时候就果断一点，小心那个萨尔留人太强了。大应该已经踢到塔了，该撤就撤了，到时候又有人要被留了。走。大耳留人太屌了。谁敢一战？可以抓这个是真的。要不开波五？我有我，你不要很多人去啊，两个人去就够了。我随便带个水，他和我们两个去吧。哎，也去找一下，你开个隐身过去找一下。粉碎遗骨，没有，那边不好去了，那边一去就感觉就出事了。蛇怪，好，那就算了，我打紫苑了，还差一个兵。人没见了。死亡之行，哎，那你们好下来吗？哦，主要萨尔留人太屌了，他们也想抓了，他们现在强势，肯定想动的。杀人！萨尔翻眼了，我靠，真加眼！剑圣进行，打中了，好的。哎，他要在这里翻眼，这里翻眼。我隐身过不去了。吹风！你要放吗？什么？上路小鱼可以继续带，啊，你继续，妈你妈，他们已经在打了。没在打吧？他们敢这样直接进去打吗？快打！剑圣进去啊！有人在里面的，哦，踢过来了。他们打得很快的。在，哇，血还蛮多的。这里有眼的，小心点。啊，我现在没技能。健步如飞。他出去了。智能，莫得小心点。你的金子就在这里。是。好吓人呐！哎，踢上了他们。哎，取消了。没有。王在上。王在上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我们可不可以打？TP 反了，正面把眼反了，哎，我操！这里开大了，有棒子。需要支援。算了，死的就死，死败就算了，应该死了吧？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死。他过来了。
先跑跑的啊。开始，我们开包布，对，啊，不用，直接把中路给推了，一次血一次血，直接把中路给拿了，没多少血的，对。上路有个 double。下来就跟我反应，我跟人气被干了。如我所愿，你去我后面吹风，我能吹到。右山已被金龟吞噬，快快救救救啊！有没有人啊？这有个大佬。很 nice， 我操，好痛啊！哎，我只用 CD 了啊！还有动物，还有动物啊！动物他，我在，别走！哎呀，你妈了个逼！小心先撤。我还有，我选木有个，我选木四野了，我选木四野，我先跑。他们跑得飞起，行行行，行吗？哎，老子都报警了，有没有人来？有，可以上去吗？有，在，卡尔在。这人有病，我操，爽了！哎，这牛高地了，这牛有点过分。其实还好，不是很亏，很赚。最近是没放技能，没有动。上路线，上路线。小鱼去吧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哎，屁上，我们下路吧，感觉要有人来收的。好。我开隐身了的。借刚力之能。好。结下金苹果，杀人之情。算了吧，人都活了，妈感觉有点悬。做剑圣自己不好吧？这边有针眼，这块位置有针眼。刚才那个叫什么 PAD 我了。我这装到回去了。我先带，我给你们看，我给你们看。我走前面不能到。小鱼人不在。我无惧野兽。他们能也不起他。好。有。来哥，退下。抓人我都不敢说话哈。死亡之行，血魔把大放了，我们下路拿。铁斧已经饥渴难耐，杀人之行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如我所愿。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借刚力之能。哎，他们俩娃他们都活了，兄弟啊！血魔在，他们都在呢。那走吧，走，不打就走。都在，就走，别犹豫了。我已经哄，我们大招都没有。行，急速，鲜血遍洒大地。成，钱归我了。你们那个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沉默。箭步如飞。哎，中间这个能杀吗？皮特，皮特，人有点近啊。啊，对，人有点近了。
别追身，别追身，别追身，别追，别追。我帮你推一走，放。你接着呢，别大声。刚第一时间跟不上，我位置不好。他暴死了，他暴死了。谁？我还想，我们在这躲他们比较好。好像是剑圣。他们来一波。这波成功有道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还没在的，可以打的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血魔在上面。等你们到，可以秒他的。操！我地没地出来。太好了，天！他一刀刀兄弟啊！快走，快走！这怎么那个了？少了一点。萨尔屌的一逼啊！哎，我们都走进去了。需要支援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好。谁敢一战？黄金归我了。战斧一顿，重量犹存。这就走。我无惧野兽。他们抱刀抱得好紧啊。因为我们抓人厉害，因为我们都有大的话，打下不虚的。我的尾巴在轻走。这萨尔在推。好。如我所愿。王好像往这个位置走了。铁斧已经饥渴难耐。还有雾霾，还有雾霾。好。鲜血。还有一分钟。给我收羊吧。王 BKB。王有 BKB 的，将你重伤。谁敢？咱们不用那么急吧，召唤马上羊刀了，羊刀物差不多也有了，倒是肯定有了。下路最好走一下。我的战斧在嘶吼。顿时间没记了，26左右，36左右吧。借刚力之能，这就走。他们可能要逼下，然后去打盾。P A 也 B K B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盾刷了。到那块没视野。这样冲过去野外就剑圣了，感觉好难啊。没有宝石的。我的大斧比我更强。行，这个地方好像应该是不是有羊？看一下，这个地方这里是有。等等，死亡之行，我羊刀过
哎，那血魔在上，这里有路啊！等我来，等我来。我先反反应。我走前面吧，我有羊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血魔估计去杀远古了。粉碎遗骨，践踏血路。这应该有。稍微走慢一点，我怕我们跟不上。剑圣能秒吗？剑圣秒不掉，麻将我第一时间没养到他。雪崩方中塔需要支援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夜眼建筑全面加固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我方中塔已经失守，我方中路兵营需要支援，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鲜血变大，是。哎，他们好像踢下了，劈成两半。我的尾巴在轻扫，在打，在打，将你重伤，打不到了感觉。那真没想吗？我操！哇！这萨尔太烦了，恶心的一批。萨尔玩的好啊！对面线上不厉害，然后我们线上杀不了人，急死。钱赚的不错啊，我被防吼了刚才。末日十秒一打干嘛，把他们 P 不带了，这就好。行，全跑了，伤筋断骨。妈，要不要这样？你妈，一个都没看到。所以才在线上没一个人。打烂你！
尸体上结下金苹果。下批驳。是。操，这不知道看不见一个人。这你们好专业啊，格林。下路应该是最危险的。对对你们。下路。恐惧我的敌人。伤筋。再看一个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你靠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回来守，回来守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好。好，有半个。鲜血遍洒大地。杀人之刑。动物建设了，哎，他干嘛？天有没有人？水魔可三，三水魔，这魔来了。我帮你推走，我帮你推走，先走一下，推他。我无惧野兽。宝石我丢这了。好。黄金归我了。健步如飞。血遍洒大地。是。谁敢一战？以脚皮之名。如我所愿。我来了。一成两败。先归我了。好。一个小黄金事物。粉碎敌骨。他们好像还来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在上。那地方有眼。践踏血路，我无惧。大耳和 PA 应该往中走了，好吓人啊！又没看到人了。这位置小心，这位置小心，他们应该是往中走的。又是幻影，他们好像还在地下。他妈，我先跳里面。我先跳那个坑里面，妈的！你的金子就在这里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我的尾巴在清扫。好。行。
方下塔已经失守。死亡之行。这是真的。我的战俘在长跑。先等会儿，小鱼还在在线。咋的？小鱼还没来。管你生服。哎，这边就自然就撤了。操，毫不给积分吗？哦，他的好稳啊！这就跑了。如我所愿。铁斧已经饥渴难耐。谁敢一战？稳得一逼。铁塔血路。我们要打等盾。好稳，稳得一逼。又准备端下了。对，还没刷。打烂你！是。一个 boss 啊！行。刷了吗？这不能放了，放了输了。刚没刷，现在不知道，我拉过去看一下。这就走。还没。他妈的！健步如飞。可以。小鱼也来吧，小鱼来吧。快踢回来。快踢啊！敌骨，我操，又跑了。成，真是半天说不得一句话。哎，在。杀人之刑。走了。在那上面。没有，屋子没破。后面。打不打？中不见盾了。他把我踢回去了。深渊网的他，好的。啊！人罢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撸不过了。崩盘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小鱼，你把一刀换跳刀吧。机会快，需要支援。你要把后排切了，不然好难打。妈了个逼，只有一个洞吗？我的爷！我方下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方下路兵营已经失守。快！兄弟们，赶紧站出来！我方中塔已经失守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我靠！又啥？对面车你们还跑了？我的天！哎，打了个蛇，这就来跑了，对面。这有点过分啊！就这里打一波吧，打成三波吧。可以。如我所愿。我看他们为什么跳进去了？妈的，反正都这个点样了。
小法子杀了。惨了一点，我不想赌博了，我买活过来了，看看干谁。干不了，就杀人了，妈的！我杀人都杀不了。哎呦喂！哎呦，好惨啊！刚过去的时候没到，打回来才有到。这杀人会玩的，兄弟啊！你们看这你妈那个逼，他在那豆沙里面放了个大，然后我们两个我们铺塔也不好铺，重点是我要打火卡就好，当打火卡他妈，他们都是弱智，爆一下好像好转，打冰雷。